最近我在中文听力还可以，因为、但是我有一个大的问题，就是发音，中文的发音，就是非常难。那个时候悠悠老师，我发音非常，悠悠教我发音的部分，对发音。然后我和米卡和周克宇一直一样一起在的时候，克宇和我用中文，那个时候我容易加上理解。